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，好，所以二月我用插入函数，二月一号有没有？这边我用的是一个那个 E day 函数嘛，哦，所以这 E day 函数加上跟一月一号比相差一个月，那我就按确定之后向右填满，向右填满宽度不足的话，记得用什么格式里面的自动调整宽，这应该没问题了哈。再来就是说呢，我先产生 A 二加一。那 A 2加1不对的话呢，再插入什么？插入一个，if 什么呢？我跟上面的月份比，所以 months 前括弧跟 A 2比，如果不等于，那不等于记得是小于再大于。好，刚刚同学有试了，大于再等，再小于不行。好 ，OK。要不然其实你也可以怎么样？换一个逻辑，可不可以？我用等于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上下颠倒一下 ，true false 颠倒一下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所以有的时候，这东西不是死的啦，所以你会发现没有标准答案，很多种答案，我只是给你们一个参考答案。好 ，OK 哈，这很重要啊，我都没有标准答案，所以我说我怎么写哈，可能也许每一次写也许都不一样，但是为了上课方便呢，我还是要每次都要写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每次都写不一样，你们也看不懂。好，你们奇怪，老师你刚刚这样讲，为什么你现在又变另外一种？它本来就是需要变啊，工作里面呢，一定的，我不可能说我今天这个范例跟你工作范例完全一模一样，不可能。但是你就要稍微自己微调一下哈。那如果我说呢，两个不相同，那就是空的，反之就是 A 二加一。好，所以这是第二个步骤。第三个步骤的话呢，就是把它过滤掉，因为你等一下向下向右会发生错误，所以呢，你就怎样，再把公式哈剪下来，再贴到那个 if a 哦，这个动作很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将来你的公式会越来越复杂哦，可能一步、两步、三步，不止三，现在三步的，可能还有四步、五步、六步、七步嘞。有的时候呢，公式为什么那么长？一定都不是一次做完的。但是有些书里面不会跟你讲，有些书里面直接给你所有的结果，你一看傻眼了。或者你拿别人的。一看哇，这人好厉害，为什么他公式可以弄那么复杂，他怎么打的这么长一串，对不对？其实哈，绝对都不是一次，一定都是剪下贴，剪下贴，剪下贴，完成。 OK 哈，所以再怎么复杂的东西都是从简单开始了，所以你要了解你到底要做什么哦，你逻辑把它就是列出来之后，再一步一步一步完成，再复杂的东西哈，我想也都做得出来，真的没有那么复杂，像解决问题也是一样的，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就怕说你不知道到底你怎么把它分解，问题要先分开来看，啊，有的人哈，那个什么都把它凑在一起，这个也要这样，所以吵架的人会发现失去理智的人哦，什么都可以乱骂，啊，我就会先跟他讲说，你先提一下，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，好，为什么你会这么的生气，好，然后解决第一个，解决第二个，解决第四个，后来发现呢，他好像就不生气了，哦 ，OK， 所以我好像也可以去当心理老师、辅导老师啊。哦，不是，这是一种 EQ 啦，我觉得有时候做事情哈，反而，你的那个情绪管理，可能还比你的那个做事的能力还更重要。哦，这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，因为像有些时候教的学生类型都不一样，我要不断在调整，不然的话哈，真的会有一些落差了。哦 ，OK， 好，那最后这个地方怎么样？最关键，剪下来，记得哦，不要剪到等号，也不要剪到漏掉一个，像我刚刚少剪一个 i， 哦，剪到剩下等号再插入函数，用 if l， 哦，贴上。然后双引号，按确定，这样向下填满哈，再向右填满应该就 OK 了，这样应该 OK 了。好，有没有一下就不见了？不过顺便讲一下，因为这边好像有同学用2003的，如果用2003就没这么简单了。2003哈，又更麻烦了。2003要用，不能用一个 if l， 它必须要用 if 再加 is l。再可以，这个就麻烦了。我做这个，大概我补充一下，因为有些同学还是用2003。如果你是用2003的话，那你可能要一样剪下，可是呢，你变成说怎么样？
你要减下之后插入函数哦，要用 if。if 里面的话就是 is l， is error is l 哈、哦，有个函数前括弧把东西贴上，后括弧 ，OK。如果有发生错误的话，那第一个就是双，就是两空的。is l 意思就是说哈、哦，如果发生错误的意思，好、哦，反之呢才是把东西再贴一次。按确定这样才可以，所以最后做出来哈，因为我这边好像没有放那个2003的，不过我在云端上好像有放，云端白板上面有，哦，应该看得懂这个多一个 if 加 is l 哦，好 OK。那当然，如果你的环境是2003又没有得选择的话，那就只能用这个方法哦，因为有些函数是有新旧版的问题发生哈。好，那做完之后的话，那再来怎么样？我如果礼拜六礼拜天要换个颜色的话，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哦？这里你可能需要了解一个函数叫 weekday， 那这个 weekday 哈、哦，指的就是说呢，我会把储存格里面的资料抓出来，再用 weekday 这个函数判断一下，判断什么呢？哎，你这个储存格里面放的日期是礼拜几，那特别注意哦，如果他回来了给你的值哈、哦、是一的话是礼拜几？一的话，你直觉应该是礼拜几？你是礼拜一对不对哈？跟各位讲哈、哦，因为这个环境是美国人设计的，所以你思考的逻辑要用美国人的思考逻辑。他们认为一个礼拜第一天是礼拜天。OK， 好，所以特别重要，你不能，因为我们直觉一就礼拜一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习惯是一个礼拜第一天，但是特别重要，这个环境是美国人设计的，所以是美国人观念哦，好、哦，所以有时候用它，你不能用我们的想法，你要用他们的想法。OK， 所以礼拜六应该是回来会给你数字多少？七嘛，所以一跟七，好、哦、，OK， 这样观念通之后，你应该做这个就没有问题。第一个观念厘清 weekday，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那我要怎么快速的把这么大的范围所有资料哈、哦，通通帮我把礼拜六、礼拜天挑出来，然后呢去做格式化。第一个，请你游标先放在一月一号上面，把这个整年度选快速选起来。那怎么快速选呢？我是建议啦，刚刚不是用 Ctrl Shift， 你按 Ctrl Shift 哈、哦，然后再怎么向右。再向下，哎，这个意思就是哈，其实我还蛮建议你可以把这个快速键给学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整个全选，以前是向右，然后向下，有时候过头又过这拉去，拉得很不愉快，对不对哈？以后你又要Ctrl Shift向右向下，你就会非常的惬意。为什么？再大的范围，其实都可以在瞬间选好。好 ，OK， 特别注意哦。啊、如果你只是想要一栏的话，就 Ctrl 向下；如果你要全部的栏，就 Ctrl 向右；如果全部就 Ctrl 向右再向下，啊，这个很好记，而且很重要。OK 哈、哦，那这个范围就选好了，而且还蛮好用的，工作里面用的非常多哈、哦。第二个呢，你记得、啊、游标先从那个 A 啊，就是 A 二开始哦，就是一月一号。第二个，请你找到这个。我们常用面板上面有个设定格式化条件，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有个新增规则，好，新增规则里面呢特别注意哈，请你在这边找到什么呢？不过哈，如果是2003的版本又有点不太一样，你再找找看哈，因为我不确定版本差异。那你只要找到使用公式来决定哪些储存格要格式哦，好，那我们用的公式哈。就是用刚刚讲那个 weekday， 也就是说哈、哦，这边呢它也允许我们用那个里面的函数叫 weekday 函数来帮我做一些事。那这个格式里面哈、哦，要怎么下这个、啊？特别就要选那个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这个使用公式来决定哈、哦，这个要储存哪一个储存格？那公式的部分呢，请你打上去，这边会用到一个函数叫 weekday。那 weekday 特别注意哦，你就先输入一个等号，等于 week 哦，不要打错 weekday，
乾瓜壶，那里面要放什么呢？请你告诉他，你这个范围里面一哪一个当成是出发，就是左上角那个，它会自动一个一个慢慢帮你比的哈、哦。所以你先选范围，那 VDA 里面呢，请你输入 A2。为什么用 A2 呢？因为意思就告诉他说，我从 A2 开始一个一个帮我检查，啊，范围就是你刚刚选那个范围。那它会一个 A2， 然后 B2、C2， 一个刚刚在检查，好，所以后刮弧等于假设礼拜天的话是一，好，嗯，特别是啊，再看看再看到讲义里面应该也有，好，等于 weekday， 然后刮弧 A2 等于一，这个是一个条件，好，如果这个条件为 true 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是我看一下，应该公式在下面这边也就是在。我们简报里面的那个第30页也有了哈 ，OK。然后呢，底下有个格式，所以格式按钮按下去哈，给他什么呢？比如礼拜天我要什么？我要字型上面这个字型哈，这个字型部分我要什么颜色呢？红色好了，红色的字。然后填满的话哈，把它改成黄色底，红色的字，黄色的底，按确定。好，这样子就出来了。那这时候哈、哦，我是建议你可以把这个公式先复制一下。为什么要复制、啊？因为你还有礼拜六嘛。啊、等一下礼拜六还在重打啊，不用了、啊。你刚才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，等一下贴比较快哈、哦。按确定。哎，有没有发现，全部都帮你跑完了？好，应该可以了解逻辑吧？好、哦，如果它就是从 A2， 然后因为你选这个范围，它是从 A2 开始，一个一个帮你检查，检查如果。那个条件是礼拜天，他就帮你设定一个格式，这招还蛮好用的哦。以后如果说你要把你那个某个范围里面哈，什么条件符合，他也可以用大于，可以用小于，可以用反正各式各样的逻辑都可以找到你要的东西，也可以用公式。好、哦，然后礼拜六一样设定格式化新增条件，再来呢一样公式，把刚刚公式贴上，啊，不过它不能按右键，所以你只能用什么？Ctrl V， OK， 特别重要，这边好像没办法按右键、哦、所以你 Ctrl V， 然后把那个一改成七，格式的话呢，哈、哦，如果我字的话改成深绿色好了，然后呢填满改成浅绿色好了 ，OK， 类似像这样按确定，深绿跟浅绿哈，反正颜色这没关系，你可以自己选没关系哈，按确定，那这样应该看得出吧？我把它选取区。点掉，你会发现哈、哦，礼拜六跟礼拜天和其他的格式就会长得不一样了。OK， 不过因为哈、哦，我们的投影这个礼拜六好像比较没那么明显，那在画面里面是很改变哦，你可以自己试试看啊。那这个设定格式化条件哈、哦，很好用哦，其实也是常用啊，逻辑应该知道吧？哦，所以。这个东西很快的，你就可以把整个范围全部的内容做不同颜色的标示。OK， 好，所以这部分的话，我想各位试试看好了。那主要就是，这一题主要第一个把年历做出来，第二个就是把那个什么呢，把颜色做不一样的标示。那当然哈、哦，后面还有什么？因为之前本来讲完这一题之后，同学。大概就差不多到这里。我后来就有同学说，老师，可是未来我们可能会用到，就是说年历嘛，啊，年历需要什么？日期下面要有个空白啊，不然我怎么去加行事历？啊，所以空白怎么加？哦，啊，你总不可能就是一列一列慢慢再插入，啊，这边要插入一列，看见没有？啊，这边再插入一列。哦，如果你没有别的好方法的话，你就要一个慢慢插，不管怎么做哦，反正方法很多了哦。那当然最笨的方法一定就是慢慢来了。啊，聪明的办法很多了。我之前是写程式了，写一个程式，按个按钮，全部都跑完了。不过写程式对各位来说还是有点遥远，哦。后来想一些方法吧，哦，我想各位可以想想看。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？就是你可以先在 A 栏的地方插入 E 栏。然后做什么呢？这边的话哈、哦，我给它一个栏位名称叫 number。number 的话呢，
比如说我在这边排什么一到三十一 ，Ctrl 键按住有没有向下拖拉？一到三十一，那底下这个哈、哦、说明先删掉了，这个没有用哦，删除。然后底下呢又一到三十一，按 Ctrl 键哦 ，Ctrl 键它会累加哈、哦。那你会发现这边有一到三十一，下面一到三十一，然后做什么呢？做重新排序，排完序之后有没有一跟一放一起嘛？懂那意思吧？不过你排序之前，你可能要先做一件事，什么事？因为你里面都是公式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要怎么样？先 Ctrl Shift 向右向下，先 Ctrl C 就复制哈，然后呢再用选择性贴上，贴上什么呢？只有值，应该知道吧？贴回去，因为你现在里面都公式嘛，一个串一个，一串一个。但如果你位置换掉了，那它就会抓不到原来，因为我们是去抓它上面，抓它上面，所以你就是怎么样，把里面的值先贴回去，它里面就不会是公式，而是现在看到的东西哦。好，选择性贴上只有值，按确定。好啊，这里面就不会是公式哦，这个很重要哦。你看了解那个贴选择性贴上吗？OK 啊，不是公式了哦。再来做什么呢？排序。这个地方有个资料里面有个排序，排序里面按照哪一个呢？按照这个 number， 这个 number 名称哦，有没有？然后按照值，由小到大按确定，你会发现中间不就有个空白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把什么呢？把第一栏给删掉，就 OK 了。不过哦，可能你那个储存格式的部分哦，格式这样 OK 了，它格式也在，只是礼拜六下面这边好像要多一个啦，不过这个不影响，我想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啦哈、哦。主要哈、哦、就是你懂了一多久？好神奇，不会啦，这个是乱随便自己想的啦哈、哦，因为你不写程式，超远了，超。所以有的方式其实是，同学会问，然后第一个想到要写程式，可是写程式不是每个人都会写程式啊。好，第二个不能写程式，那有没有什么方式不写程式又可以达到你要的目的？哦啊，所以我们就是其实很简单啦、啊，就是把它做一到三十一，在一到三十一让它重新排序，它就会把一都放在一起。所以未来如果说你要两个空白的两，那你就一到三十一，再一到三十一再两次啊，就变成重新排啊，不就一一一，那 后面两个是空白列，好 OK， 大概这样了。啊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拿它来做很多事情了，做比如说一个保护，就一他可能每一个人可能要做什么事情不一样嘛，那你就一个这个人是针对他的，那甚至未来哦，还可以再写一些自动化，比如说假如里面有东西。假设那一天，那你会自动，它会自动跳出来提示你啊，所以这一天你要做什么事，帮你累加起来啊，所以你所有的保，就可以做一些管理了，而且都会全部自动化，时间到自动蹦出来，多好，甚至自动 mail 给他，告诉他要做什么事。其实后面我在我的部落格里面都有教，比如说怎么样让那个 Excel 自动发 mail， 自动做什么事情啊，这些都做得到啊。如果这些都做得到的话，你不是省很多时间吗？而且人家还以为哇你好用心啊，你怎么每个都可以整理得这么好。其实你可以跟他讲，因为我会用工具啊，对不对？自动啊，所以其实很多系统都帮助你把你的这个能量放到最大。所以像我网络，我其实像我做的事情就是尽量哦省很多力气做很多事，像我把上课录下来的好处是因为你下一次就不会来问我了啊，因为我也不希望说同样的东西一直讲，其实我不太喜欢说同样的东西我讲过啊你又问一样的东西啊，也许你是可以自己再看一下，那你可以问的问你问的问题啊，可以问一些什么我可能课程里面没讲到的，这样反而更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问的问题是真的是好问题哦，而不是说我都讲过了你还问，对不对？那好 OK， 那类似像这样的哈，那请各位试一下哈，如果等一下可以的话，那也许就把这个给加上去，哦，啊，如果不行，反正就当补充吧，哦 ，OK， 好。